小飞碟大转盘有两个超大网兜，需要三颗五号电池。安装好电池以后，直接拨动侧面按钮，小火箭咻咻咻，两个大网兜要接住哦，锻炼孩子的反应能力。拨动第二次可以关闭音乐，还有一个功能可以钓鱼的哟，看我一次性钓两条，看我变一个魔术，噔噔噔。